起伞终于不是为了挡雨，而是为了遮阳。连续一个礼拜天天下雨，总算放晴。不过好天气要把握，因为礼拜二又有封面要来。到了周二的时候，封面接近，整个午后发展的情况是比较旺盛的，范围也会比较广哦。气象局表示，未来一周天气变化分三个阶段。首先，周日、周一受到西南风吹拂影响，晴朗高温；周二开始封面接近，云量变多，北部、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。接着周四又会回复到原本暖如盛夏的好天气。在今天跟明天，南部包括中部的近山区地区，还有东南部地区，温度是有机会来到34、35度的高温。由于环境风场吹西南风，再加上台湾周围滞留风已经北移，这两天天气相当炎热，北部、中部高温上看35度，东部、南部更是有机会飙到36度的高温。也提醒您出行记得防晒，多喝水，以防中暑。华视外事刘君南台报道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